欢迎各位，又是我杨国辉啊！今天不吃炒蛋，我一直心心念念的炸炸回新疆爆辣炒米粉，要吃就吃爆辣的，然后还在螺丝里面买几个小串儿。话不多说，搜！哇，中午炒的还是很香的，我自己加点鸡胸肉啊，青菜，还撒点蟹溜进去。哇，爽，不愧是爆辣的，确实够麻够辣。真的够了，哇！